鸡翅饱啦，鸡翅太多啦。每一个都加一个，把个大肉粽好不好？哇，好多呀！看一下，看一下这肉粽好吗？这个好吗？有豆豆跟估计可以吃的肉粽，也是做太小。粽子好不好吃啊？好香啊，好香啊！谁要吃粽子？你解开吗？豆豆你吃到了，里面有包什么？妈妈把它打开好不好？你会自己打开啊？好棒啊！鸡也好努力在打开耶，妈妈打开好不好？好吃吗？好吃吗？看起来很好吃啊。那你包的肉粽好吃吗？好吃啊，好吃啊，好吃啊，好吃！看古鸡翅就知道。